一会儿历尽了，让你们看看这个岛鱼刺是个什么啊。这炒菜也炒了一分多钟了，你们老说小胖子炒菜老是秒杀菜，小胖炒菜这不也挺认真的啊。这就是那岛鱼刺，我给你们称一下看看，经典岛鱼刺。这一份是多少钱呀？20，这一大盒。这是小胖的妈。